滑蛋牛肉，一道蛋白质满满的家常菜，听说也是港式茶餐厅桌桌必点的一道菜，吃过的都对它念念不忘。牛里脊密纹切成薄片，用葱和姜搓一个葱姜水，捞出葱姜，放小勺淀粉，搅匀备用。牛肉加少许盐，一勺糖，少许小苏打，生抽，蚝油，抓拌上劲，再分两次加入葱姜水，让牛肉充分吸收。淋一圈花生油，锁住鲜味和水分。多敲几个鸡蛋，加少许水淀粉，能使鸡蛋更嫩滑。充分搅打，碗小了换一个大碗。搅至蛋白和蛋黄充分融合，热过了油，下腌好的牛肉滑散，炒烫上后倒入蛋液，开小火煎蛋，哪里凝固推哪里，往中间推，一直推到没有流动的蛋液就可以了。牛肉和鸡蛋都无比嫩滑，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，喜欢的赶紧安排吧。